孩子生闷气惹怒爸妈，让专家来解答。大儿子是属于会喜欢来跟妈妈牵手啊，十指紧扣那一种，老二就开始，整个吃饭他都。其实这件事情很常发生，很多家里面成绩好的那个小孩常常不经意的被称赞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心生怨恨，有的时候会自伤或伤害人都有可能。今晚八点，东森超市33坪的妈妈好神之俗女家务事。